嗨嗨嗨嗨嗨嗨泡泡嗨嗨一开嗨嗨嗨嗨西西西西今天怎么有空？嗨嗨扎卡嗨嗨七二十七二嗨嗨九蛋嗨嗨益生菌，大家晚安安安安，大家晚安安，哈哈卡丘，哈哈塔瓦哥，小贾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嘻嘻嘻嘻的狗狗都断狗了，谢谢卡丘的年度选票，安安阿 Kira， 哈哈人品君，谢谢人品君的年度选票，大粉红色的莉莉，干嘛嘻嘻。嗨嗨 Eddie， 嗨嗨茄子，嗨嗨苹果，今天好多人哦，感觉。嗨嗨阿哲一来就被呛，哪有我哪有呛你，我对你最好了。晚上好 Eddie， 堂堂问天序号手下留情啊，不是手下留情，是那个就是速度要快，速度要快。如果只买莉莉两张。什么买莉莉什么什么什么两张什么两张，是不是剪女孩的？不是，不是，是今天的弧度比较好，没有剪。我去看一下抽签，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在路边等你开始才要骑车，为什么？握手券两张，扎卡，那扎卡也要握别人吗？扎卡如果没有握别人的话，两张当然可以啊。要开始抽签，真的吗？要开始了。哈哈黑哥蛮多的，为什么蛮多的？今天我的腰的位置有点空，不知道涵涵把那个在这里的、啊、我的后面有一个就是靠在腰那边的，就是枕头。刚才想说今天怎么空空的啊，这样舒服多了。哈哈西兰，哈哈单细胞，哈哈北原神推，因为我上次只填到一张，能填两张真的很多，只填到一张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不会啦不会啦，赶快赶快那个赶快填家里就可以了。嗨嗨恒哥哥回来啦，补签卡嘛耶、yeah! 恭喜西西的哥哥回来了。栗子栗子怎么了？阿酱空班哇，什么什么的不见了。谢谢 APPLP 的年度选票，因为骑到就要下线了，不想让骑到就要下线，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希望他们说留留几个位置给我。嗨嗨，婷婷，嗨嗨，古早味，我不是地霸王啦。嗨嗨，季风亮，放个音乐。谢谢谢谢茄子的人气彩虹桥。哎呦，好大声啊！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谢谢谢谢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西西怎么一直丢那个啊？丢的。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我回来了，欢迎回来。你破了吗？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终于出来了，真的有够久的。谢谢大卡的人气泡泡。
谢谢赵凯的人气彩虹桥，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这么多这个啊？谢谢赵凯，谢谢小玉友谊，谢谢茄子的人气卡，谢谢赵凯的人气彩虹桥，还有人气便当。对，哎，对，好快哦！为什么？为什么120万？为什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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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气礼物啊？为什么？礼物太多卡了，哪有？哦，200了！200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219了！天哪，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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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卡住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哦，圣诞活动原来如此。谢谢西西的姜饼人，谢谢黑哥的人气便当。对啊，冲超快的，218了。嗨嗨，我也是。谢谢阿 Kira 的姜饼人，谢谢黑哥的人气便当。我200多万呢、欸，我之前有这么高过吗？谢谢阿 Kira 的人气彩虹桥，谢谢。哦，因为是例子，有飞吻，有飞吻，等一下。谢谢大家的，哇，有机会破300万吗？哇，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机会破300万，好，哎，哦，没有，他下去了，大家一起丢就有机会。この胸の熱い気持ち。对啊，很多哎，250。谢谢西西的姜饼人，谢谢。谢谢林果的圣诞袜，为什么为什么他都会多一个问号啊？大好きな人となる。谢谢。谢谢一的人气彩虹桥，谢谢本王妹子的姜饼屋，谢谢一的人气彩虹桥，哇，快了快了，好像快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26，谢谢西西的人气泡泡，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谢谢大家，296了，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谢谢七月的掌声鼓励，掌声鼓励，296，对啊，他就卡在296哎。谢谢小丽友已推的人气便当哦，有了，306万，耶！谢谢大家，谢谢，好壮观的数字哦，好壮观，自肥笑死。谢谢大家，好，我们可以来聊天了。我知道西西生日啊，3月6号。谢谢扎卡的圣诞袜，好像是活动拿的。
猜中头彩，好快哦，要21号了耶。我觉得我最近的时间过得好快哦，像我们家生日都过一个月啊，然后我都觉得，我的生日不是才刚到吗？怎么过完了？就是过太快了。谢谢茄子的圣诞袜，谢谢益生菌的人气泡泡，谢谢鱼丸式的圣诞袜。对啊，时间过好快，我以前都觉得哇，生日可以过一个月，好久。谢谢益生菌的人气彩虹桥，圣诞袜，时间快报，明明才刚大一的，那你现在大几的卡？对啊，我才刚更新，我怎么会说就应该圣诞握手会？对啊，嘻嘻呀。谢谢益生菌的人气便当，你看你拖稿拖那么久，之前你还说我真的好那么久，但这现在已经过一个半月，我真的觉得超快的，我很吧很期待。谢谢婷婷的人气彩虹桥。对啊，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哦，小时候都觉得时间过得慢，长大就觉得，怎么已经过了？太快了。也是啦，其他人要明年欸。好啦，谢谢西西啦。以后要奸细，什么奸细？为什么是奸细？谢谢花花的追踪，晚安富伟，晚安。我的头发，富奸塞塞，48。啊，益生菌你要走了这么快，位置挺好的，清楚来，丽丽准备好了，作者出去去采访，说到谁的啊耶、谢谢企鹅的红包，说什么赛，没有我没有说启程去跟上你要去的都好好哦，我也想出国啦，我超想出国的。谢谢婷婷的圣诞袜，可恶，谢谢西月空，没有抢到吗？嗨嗨米柚，嗨嗨 PPLP， 我觉得我今天会很呛的播完两个小时，因为我今天模拟考。然后我现在超呛的，谢谢阿爸，不是谢谢，对，谢谢玉的人气泡泡，嗨嗨 CKUNK， 谢谢老三的人气泡泡，圣诞握手会抢给我，来握我，哎，场地十抽，哇，考的对很好，自己讲。才刚说完就开始呛，对啊，考完报税，我考到一半，哦，我的英文啊，就是，哦，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我在剪影片，然后我就很晚睡，然后啊，我就这样写一写，我写了三题，然后我就不知道，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就惊醒，大概过五分钟后我就惊醒。然后继续写，写到第五题的时候，我又睡着了。Hello， 可以让我写完，可以让我考完再继续睡吗？不要在房间见面，不行啊！那个就是
事情要有那个，就是都有分配好，就是今天就一定要做完这些，所以我今天就考到睡着。下次考前要早点睡，但是事情比较多，首先已经打钟咯，不过还好我有写完，我有写完，我有撑住，虽然我很想睡觉，我就赶快写完它，然后我就睡。嗨嗨，DJ One，写作业写到睡着。没有，最近稍微忙一点，睡着还能写完，有点强。下次再考到睡着，活动组，哎，为什么？你需要下播休息吗？当然不行啊，不行，今天要直播。我有在考完的时候都睡一下，对，所以应该还好。一种心下，从机台跌下来有点。为什么会跌下来？眼袋看到了，不是卧蚕，是卧蚕。不要太累哦，好，不会太累的，睡觉。你要这样。哎，为什么笔飞出来了嘞？睡觉。主播换阿雪，阿雪讲话哦。大家好，一直已经睡着了，现在是阿雪在播。圣比跳楼了，对啊，圣比跳楼。直播放空，那会很呛哎、欸，直播放空会很呛。我要去找我的新阿雪，林果，你也买一只阿雪吗？晚安，我也去睡了。涛老哥今天没班吗？带妆睡觉，没关系，涵涵会帮我卸。粉扑，这不是粉扑。啊！哦耶！谢谢夜风明月的红包，我抢到26个耶！哈哈，林果，给你们看睡眼，结果睡觉不长点。丽姐，快，你再睡一下，不要睁眼，不行，你们又要丢红，还买了史泰拉。钱包君表示，你都那个重击我了，上班中看你睡觉就跟谁好像。原来如此，涛哥辛苦了，睡眼。用意哦，用意是什么？如果会很难呢？反正我涵涵依然我一里 ，OK 啊，没关系 ，OK 的，你又 OK 的，不是熊造型防灾头巾，什么，我要不要也买个阿雪？大家可以跟我一样都买个阿雪，就可以抱着睡觉，耶、yeah. ，阿雪，你说这样吗？那个。今天的好小声哦，哎，大家都买了阿雪吗？谢谢西西为我续费1个月的粉丝团，要发给丽丽快哦，好，我准备好了。Every day，我准备好了。Oh yeah！耶、yeah! ！紫色的叫史黛拉，续费错人，臭西西。
臭兮兮，谢谢红包，谢谢谢谢 APPLP 的年度选票，大家就给我那个红包，我又可以去，我又可以去找贝乐乐了。多谢红包啦，多谢多谢。想问一张卷说得了五句话吗？我不知道哎、欸，一张卷，一张卷。如果回话速度快一点，应该有办法。到了公认的最强小号赛，圣诞节限定版本。你说有穿衣服的雪莉美吗？有穿衣服的阿雪吗？应该可以，因为莉莉不会让你走。对啊，会拖住你们，不让你们走。谢谢子。哈哈，算了，塞得了五句话，莉莉应该也听不清楚吧？嗯，应该可以啦。如果讲话很清楚的话，应该可以。快点说，那可以讲五句话，可以吧？啊，就跟我说一下，小二十三，然后我一句话都没说上。星星的新闻你都不讲话，我也很期待握手会，只好认了。你看到我就讲不出的话来了，扎卡。谢谢小雨的人气便当，谢谢小雨，谢谢。第一次嘛，第二次一定可以吧。我没有跟你说，我跟你们说，我刚刚手机插充电线，然后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一直没有在充？结果是我延长线没有按开关。不要再那么呛了，今天好呛哦。哇，咪手手，手心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连心。高矮不在意，也不管你几公斤，只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全心心。谢谢 Bfly 的撩一下，嗨 Bfly， 好呀，你看又我了，又我了。谢谢小爱的掌声鼓励，谢谢 Miso 的掌声鼓励，请留言给我们三五等级。你们可以拿到之后就赶快填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的脑子呢？没有带，在家。卡莉比较可爱，真的吗 ？Popo，Popo， 我发现你很准时哎、欸。你虽然都说傲娇不是推荔枝，可是你都我一开播你就在、欸。你妈妈那边太恐怖，为什么太恐怖？那你现在不也在家？对啊，可是他没有进到脑子里面。我在家，只是没有 online， 现在没有 online， 荔枝没有 online， 荔枝没抽位置太外痛了，避难了。你没有发现我今天头发有一点凝卷吗？我最近在练习卷头发，对，就是一点都不擅长的我，可是这已经直掉了啦，因为我没有用，我温度没有用很高。李同学，
昨天地震，莉莉有没有跑？莉莉没有跑，莉莉没有跑。记者会和 B 场都很非洲，没关系啊 ，A 场欧洲就好啦，塔瓦哥。自然人工，我想要卷那种看起来很自然，然后不会那个。没有啦，就是自己练习而已。就是因为我太不会卷头发，所以就没事的时候就练一下。就我想要看起来自然，就是你要那种睡醒自然卷，但没有这种东西，就是不是有那种睡醒自然卷，然后很美的那种吗？可是对，卷不出来，只好慢慢练。这造型还蛮成熟的。你不是啊，欸，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不能都靠涵涵啊，虽然可以常常叫他来帮我，可是还是要靠自己。睡醒自由站吗？睡醒自由站吗？烟熏妆什么？对啊，杂志抹痕，小心不要烫到手跟额头，你就说涵涵吗？睡醒通常都晒牙的路过，另一国晒牙人的画面好想看。嗯，哈哈，那太久伤了，那才接头发，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你们不可以这样，不能拿韩韩的发质很好哎，我很羡慕。那个是不是超炸的？干嘛这样？哈海文奇修蛋节，修蛋节是这样吗？天天有什么你的优格，韩寒，韩寒专业妆法师。听着说我觉得今天的光有点怪，不知道为什么，但好像正常一点。星期六见，文琪。休战几天了？哈哈，韩寒思源内卷会有小脸的作用，可是可是好像就是一卷内一卷外比较好看。谢谢打卡的人气彩虹球。嗨哈，哈哈上庭。往外卷，对啊，我往外卷，没有，我还不太会，我就是先练习，我能卷得出来就不错了。对对，大家都呛我，你卷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卷的超炸毛的？我只要有时候就是去公司卷头发，然后都是被嫌的一脸回来。你今天的头发好炸，就是，嗯，对啊，没办法，我还在练习。修蛋姐也可以停个三秒左右，不要啊！谢谢全品 Nick 的 Love， 那有新贴图，不要不要好不好 ？Lingo 不要不要，还是很可爱，什么很可爱？我要把我的妆衬在阿雪脸上，这样躺好舒服。不会这样，摸摸头就可以解决事情，真是的，笑死！头刘海是韩寒剪的，我的阿雪跟你换，不行，这只是韩寒送我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罕见女孩就很会挤多钱自己。觉得买过最没浪费钱的东西是韩寒的生日礼物，爸爸也不回来，也不回来，最近都不太能留。爸爸也不回来，爸爸这样躺好舒服。握手会再见，也不回来，礼拜六不会来吗？最想养的是。最想养的是，没有这个东西。我那天一定是因为很想睡觉，我才这样答。我只能看 B 场啊，好吧，没关系，没关系，两点才下班，好吧。高价说话学，想养哈这句话没有，那天想睡觉。那天想睡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傲娇，我没有傲娇。我是 A 厂啊，发糖没有发糖啊。西西说好的发糖，你先发我糖，我再发你糖。谢谢 Eddie 的人气泡泡，谢谢。谢谢 Eddie 的人气彩虹桥，谢谢 Eddie， 谢谢。谢谢 Eddie 的人气便当，有点卡。是我心情有我有点卡哎，李同学你不要激动，你没有发给我糖，我就不要发给你。没有，还没过，对，还没过，还没过。这是鱼尾狮出去那个，可是那也不算出去浪，那只是他梦到而已。嘻嘻，只有发文没有发糖，对他只有发文。你忘记把柯南的徽章寄出去了，没关系啊，没关系，下一次再写卡片。在一起寄来，位置全部都飞走，真的假的？那个是焦糖栗子换你表示的，没有啊，可是我没有吃到糖，那不能算。不，那就是有去浪了。这样子好啦，我刚飞吻也给啦，只是这样一尾狮会不会很难过？我也想问是哪一家，梦到也算浪漫。那我昨晚怎样？昨晚发生什么事？令六抱抱，哇哦，哇哦！我觉得今天的光好怪哦，为什么很蓝呢？嗯？为什么？噔噔噔噔噔，嗯，这样好看一点，是有点可怕。对啊，哈哈，奶绿，怎么问过会不会难过？扎卡吃醋吗？还是扎卡心里不平衡？还是扎卡也要我多念一下扎卡，只是看，只是没有摄影角度，一定会立即看好看。好耶，谢谢塔瓦哥。听说你也有梦过我吗？南平君，那你有没有梦过我？扎卡心里不平衡。我跟你们说，我前几天呢、啊，就是跟他们开群聊，就是肉面面跟伯乐，然后我们就开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组聊天，然后我们就在讲娜娜前辈，然后我就说啊，我好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梦到娜娜前辈，结果我就梦到娜娜前辈，而且我梦到他还记得我，然后好像还有摸摸我的头，然后说啊，可以讲哦。
欸，我真的很开心耶，我早上起来超满足的。可以讲，欸，哈哈，又看又看，你为什么都不讲话？尤卡为什么都不讲话？尤卡，零分什么零分？哎，我很开心，好不好？前辈还摸摸头跟我说：“啊，可以讲，啊，太棒了！你们不懂这个，实在是太棒。嗯，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对。”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欸，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梦到，而且居然还在我讲完的晚上我就梦到了。92930，哇，昨天梦到栗子，哪天梦到你以后就懂了。对啊，那真的很开心耶。前辈还摸摸我的头跟我说：“啊，克里酱。”而且他居然还记得我，还知道我叫克里酱，太开心了！不知道这个梦会不会成真，希望还有机会再看到娜娜前辈。那真的太幸福了，可是还没梦过。那你就前一天晚上一直努力想，用力想，结果现实是，哈哈，摸的不是，是前辈摸我的头，不是我摸前辈的头，直接看前辈，什么什么直接看前辈。什么猫？你在历史路人角色，结果不觉得会有点难过？对呀，我就睡醒之后，我想说，嗯，我昨天是不是讲过说，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梦得到前辈？然后结果就真的梦到了。有些人说很累，肌肉酸痛，为什么？这里要帮你看，不行。听说梦一直说一直说就会成真，对啊，对，所以你们就说。我要梦到家里，我要梦到家里，搞不好就会成真了。结果都是被你缠上睡吧吧，哎，最好啦，根本就不是。嗯，糖，真的糖。我要梦到佳丽的妹妹，好 ，OK。梦到佳丽，梦到佳丽就梦到涵涵，好哦，在卡睡，你要开始推涵涵。好，我们那个昨天我跟不是昨天，就是反正就是前几天，我跟面面还有伯乐一起去儿童新乐园玩。然后我们拍了很多 CP 照，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没有伯利 CP， 有啊，有熊艾利哦，三个成年人去儿童新乐园，哎呦，一直滑下来。李同学，你有 CP 啦？对，我又有 CP 了。没有啊，跟面面是原本就有 CP 啊，然后跟伯乐是新的 CP， 但我 ID 有出现才算有推。好，所以你有打算要推了吗？嗯，
你正宫又没去拍什么 CP 照，我正宫是谁？那个最亮的飞离家里，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正宫才不是韩寒嘞。巴拉明明依旧在扎的路上坚定向前迈进。没有，巴拉不扎，巴拉不扎，可是我是正宫。每隔几周就换 CP， 我没有啊，不然你们说说看我的 CP 有谁？大弟弟，我不是弟弟，为什么？韩寒才不是嘞，才不要，不要，不要 ，No，No，No。没有柏林 CP 是我，我是正宫。Baby，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我的。滴滴航车好像是日文，大联盟大好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前面的人是谁，可是我知道后面的那个是大好き。哈哈，阿潘面面不乐乐了，我没有，不是被取了没？我没有，我没有辣，我没有辣，我没有辣，没有肉肉肉肉是雨晴的，我已经要从他们那边的战争退出来了，不要不要。没有，我都被他们爱着，而且那个那天回家之后，波乐还问我说：“那个你到家没？”我就说：“哦，我还没到家。”他说：“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哦，没有啊，我问问你，担心你。”对啊，我在看是那个流那个讯息，他昨天问我说到家没。他说到家没，然后说快到家啦，怎了？他说没，辛苦了。对。正好红的例子，当然啊，没有没有卖人家，这是对。然后酒杯说你干嘛说出来？没有。客套话最好是客套话哈，不要回回闪光弹。好啊，西西，我等你了。那我多讲几个。耶、yeah ，对我很好哄，对我超好哄。我们昨天拍了很多，不是昨天。我已经日期出现错乱了。我们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对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就一直拍那个本丸乔奈面，本丸乔奈面的 CP， 还有熊矮丽的 CP， 不要再讲说啊哒哒哒哒哒。没有没有，我开玩笑。哎，你讲了，说到做到哦，臭西西。我已经啊，打好，我已经呛了，我已经呛了、不行，我要前辈的徒步呢，不行。刚刚那一段有没有飞去？哈哈 ，Skyline， 被踢出了你，干嘛这样？
超一起。我今天好鏘喔，不行，我才播快一个小时我就鏘了。而且我昨天有一些就是我在拍播了，在干嘛，这次拍的超好看，谢谢嘻嘻的火箭迷。有拍几张超好看的，算了，先不要给你们看好了。昨天的照片我真的很，这些照片我真的很满意。那家里，昨天是礼拜一，昨天有上课。今天礼拜二，李佳丽，今天礼拜二，今天礼拜二，昨天有上课。我放弃了。没有教课，算了，我放弃挣扎。谢谢宇凯的真情告白，谢谢宇凯的不假。不能感冒，不能感冒，不行，最近事情很多，不能感冒。最近都穿很暖哦，不要感冒，最近事情很多，不能感冒。感冒会变很麻烦啊。阿雪你要代班咯。阿雪主播，阿雪，嗨嗨，大家好，我是新来的主播阿雪，是你们大家最爱的阿雪主播哦。你好，那也不敢，又不过。欸，我真的有很努力的不要感冒。我喝的是热水，然后我最近很少在穿短裤，就是制服都穿长裤，就为了不要感冒。谢谢林果的姜饼人。我觉得最近几乎都长袖长裤啊，可是。这次我也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要感冒，就只是刚鼻子痒痒而已。不传统啊，不要了，我要了，婆婆，庆祝一下阿雪首播。嗨嗨，大家好，我是阿雪，你们大家最爱的阿雪主播。等下 wink， 阿雪 ready， 阿雪 ready。阿雪超近距离哦！啊，阿雪没有点到，哎，阿
雪抢到21个，然后就问啊，不行不行，我没有感冒，我超有精神的，我超有精神的，我超有精神的，因为他看到超有精神的，我没有想睡觉。没有想睡觉，也没有感冒，没有这种东西。阿雪好气，栗子没有感冒哦，你们不能这样说他哦，他真的没有感冒，只是，好像打喷嚏，只是他刚好想打喷嚏而已。所以你先看，不要，不用，不用提早休息。没有感冒，绝对没有感冒，绝对没有感冒，真的没有感冒啊！只是可能过敏吧，也许。真的没有感冒了，没有感冒，只是想睡觉也没有感冒。阿雪，你坐好，你是主播，你要坐好，主播要坐好。阿雪，谁好？阿雪，阿雪，我这边看还蛮顺的。阿雪来那个是，明天好像要变天，出门都穿雪，真的吗？我来看一下。有吗？哦，稍微冷一点，19到22，明天要多穿一点。坐在前面的感冒就没有，不行不行，那我不能感冒，我要不行，我要不行，我不能感冒，我没有感冒，我超健康的，我也很有精神。我会多休息，我会多休息。最后再跟你们分享我们去那个儿童新乐园的影片，耶！大家，哎，那个已经直播已经结束了吗？直播已经那个抽位已经结束了吗？大家都坐在哪里呀、啊？大家都坐在哪里？大家圣诞节有没有什么计划？怎么感觉大家有留言吗？还是是我刚刚没有讲话，位置抽完了，很卡吗？现在？好像很卡。很卡吗？好像有点卡。脊椎侧弯？没有，他没有脊椎侧弯，正的嘞。谢谢西西的掷骰子，谢谢西西，范围卡。谢谢西西的 love you。小卡，真的吗？不会去了啊，鱼卡，鱼卡最近怎么很卡？啊，为什么？可是我这边看还好哎，是绿色的啊。对，一句话，上期不会听。星期三没有节日，什么没有节日？大家有什么计划吗？你们可以那个啊，你们可以几个那个，几个就是堂堂们一起出去吃饭。啊，你们可以几个堂堂们一起去，没事。礼拜三没有放假，晚上总有了吧。可以约朋友去吃饭呢、啊。
阻止成员买到 CD，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我们？我第一抽又到很害怕的时候，太近了还是什么？一起一起一起，没有没事。台南糖糖在哪里？台南糖糖在哪里？我的阿松三连上到明年木有休息，没有休息。哦，对啊，1225发售，所以大家，我帮你们想好圣诞节，就是跟几个糖糖们一起聚在一起啊，然后发售，然后就晚上就先去买那个买 CD， 买单曲，然后再一起去吃饭。耶、yeah! ！对，我帮你们想好了，圣诞节，赞！哎，这真的很赞。边缘人怎么办？你有喜乐哭吗 ，Eddie？QQQ 也在里面，为什么是三单？哎、欸，不对，我不是糖糖，你是啊，你是啊，你是糖糖啊！晚上买凳子，也要记得买哦，也要记得买我们的打卡。我要跟女性糖糖吃饭 ，OK 啊 ，OK。哎、欸，你干嘛？交杯鸡排都吃了，一起吃一顿晚餐还好啦。圣诞节可以借阿雪跟我约会吗？不行，婆婆是糖糖啊，是啊，他会跟 AB 回来一起吧。阿雪的粉丝叫什么？雪宝贝们。交杯鸡排，扎卡的是，扎卡是什么？是什么？一直的手，好像我那天画那个画诗雅。谢谢小雨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小雨，雪宝贝。那一天那个、啊，那一天那个在画画的时候，也有人在下面说我的手很好看。哎，西西，你看。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谢谢西西，西西你看，谢谢西西的人气便当。啊，现在脸小了，我搞不好可以掌握你的脸哦。你看，人家说很像蜘蛛。谢谢西西的人气彩虹桥，谢谢西西。你看蜘蛛，我没得到。谢谢西西的人气泡泡，我今天晚上要很早睡，一定要很早睡。我觉得我很适合去戴那种戒指或者是手表之类的，代言那种。懂吗？亲爱的，你会想去，我想去流浪。默默看你眼睛的铁板，干嘛这样？干嘛说自己是甜不辣手指？我搞不好可以一手掌握你们的脸。谢谢727儿的人气彩虹桥。我没有抱青筋吧？我没有抱青筋啊，还好吧？我是那个鱼，你们知道那个吗？有一个会张开来的那个鱼。这血管很好打，打针吗？娃娃是娃娃鱼吗？它有个那个
永远。而且我今天还穿粉色的，不要不要，不能，我再扛下去就很母汤，刚好是粉红色的。谢谢鱼凯的 love， 谢谢。谢谢鱼卡，鱼卡有不讲话，很像。玉玉刚喝几杯，弟弟没喝。玉玉只是睡太少，有点呛。嗨嗨，爸爸。谢谢艾迪的韩式花束，嗨嗨，夜风明月。耶耶耶，是好看。你也累个太久了，咪手手睡少真的会呛，而且会很呛。嗨嗨，美人三团，怎么突然好多人呢、哦？我好意意的你去偷偷我，一直你没的。哦，原来是开完了，现在几个人在播？我的希望你的。开奖开完了，原来如此。我干嘛哟？哦，那还好，难怪今天人比较多。又要坐后面看大家了，没关系，有来我们都很开心。莉莉看起来很，没有，莉莉很有精神，莉莉不累，莉莉不累。莉莉超有精神，莉莉不累。谢谢变成星星姨妈圣诞袜，谢谢白橙的圣诞袜，谢谢华鱼的紫骰子。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乌拉拉的哟。还有个我们写轮眼什么意思？谢谢鱼凯的圣诞袜，鱼凯都不讲话呀。莉莉看起来没有，莉莉超有精神，超有精神，耶、yeah ！谢谢在卡的人气卡，谢谢。莉莉超有精神，没有很累这种东西。莉莉有精神，对，莉莉有精神，莉莉有精神，莉莉很有精神。有精神跟感冒是两回事哦，嗯嗯，还是有精神跟没感冒。我没有语无伦次啊，我很正常。毎日が無我念、いたら涙に気づかれるから。我的脸色哪有不 OK？ 哪有不 OK？ 哪有不 OK？ 明明就很正常。我脸色有很奇怪吗？应该没有吧。滤镜关一下再说，脸色正常。我没有开滤镜啊，应该吧。晚安，米娜。晚安，米娜。今天也来，这是指定吗？指定什么？你看这行为怪怪的，我那怪怪，我超正常的，我超正常的，我没有怪。我除了有一点想睡觉，其他都很正常。
花花也会唱特效，那不要用花花、啊。没有，我超正常，超正常，有没有？很正常，很正常，没有。然后这我就不行，丽丽就说不行，这是丽丽的台，改天阿雪的，阿雪的台，在那个。迪士尼的《咒术回战》，我也好想去啊！回忆不是正常丽丽，为什么我很正常啊？除了有点想睡觉，其他都很正常。放下米娜是啊，没关系啊，没关系。米娜那么可爱，大家可以多多爱米娜。会啊。哇哦哇！哇哦哇！应该要找时代拉一起来才对。大家被允许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Let it go。新しい世界にいいねんけど、吹いているだけ。わお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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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卡，可是我这边超顺欸，我这边显示都是绿色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对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好啊哥，你想出去浪吗？你忍心吗？你们忍心放栗子在这边吗？对不起，阿雪可是会下腰的，我也会下腰啊。阿雪飞吻，骨折了，下腰，喂，阿雪，阿雪，喂，嘿，阿雪还会翻呢。再来，闪亮耀眼的儿子，要不要来首安可曲？Oh yeah， 恋の続き。换作是韩寒这样对阿雪的话，超卡，真的还假的？没关系，现在一个小时以上了。对，我的也很正常，我这边看也很正常。我想听不战斗。栗子吃饭了，栗子今天吃牛顿。哦，吃牛顿，你们吃什么晚餐呢？等一下，这首太手太短，阿雪不能跳。
算了，阿雪不会跳。不是，今天是松屋，今天不是 Ski 啊。我不让人，因为我不会用让来形容。那你要用什么形容？你要用什么形容？天色是绿，打开了一门那几一路的。没有圣诞的松屋，年花惹草。不行哦，不行哦，他哥唔贪哦。不爱，你们不要自己帮他画个街好不好？我哭的希望，他打开我的。渣，不行不行，渣是渣卡的专利。我说让下感情，不是什么不行。哈哈，王子哥哥，哈哈，飞镖，只是出去看看而已，不是啦，原来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暖卡，为什么是暖卡？我看见了幻视，没有，我超有精神。我只是去关心你同事，我同事谁？因为主播很不爱睡饭水偶像，我没有不爱，我好啦，我很不爱。因为很短。你要坚持自己的人设，我不是大弟弟，我只是爱比较多人。哒哒卡瓦呢？我竟然这么久，对，我现在才看到，对不起，飞镖，对不起，刚刚刷太快了，欣赏比较好听啊。不过各种形容你都不会太意，就是，好吧，哥，你怎么这么了解我？超渣发言，不是滴滴，只是爱的比较多。对，我只是爱的比较多的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让他很难过？心怀终身没有，但我最爱的，最爱的还是娜娜前辈。一直变肌肉之间的小三，对啊，所以我要退居幕后了，我要当波乐的正宫。对啊，今天开到9:30，现在呢还要抢波乐，哎，臭西西，我直接被你禁足，笑死！太大可望了，哎呀，头发。刚刚露露公认你是他跟七七的最强小三，真的吗？真的吗？可是我都觉得，我每次七七都这样，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跟露露说，那我还是退居幕后好了。对，我自动放弃真肉肉这个，对，这个可怕的位置。然后露露说：“你干嘛这样啊？”我们对啊，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真没关系。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啦。”我就说：“啊，可是我很怕七七会生气。”静涵涵全后秒退，为什么？我讲话太重，可能臭兮兮，臭兮兮，是不是该你闪一下了？弟爱你家丽丽涵涵 QQQ 听。对，我是最强小三，放弃不是真柔柔，是真，好像一样，可恶。对啊，你只会怕七七，不行。
候只是想说在这个被羞辱的过程。不行不行，他们两个真的太有 CP 感了，就是怎么讲，他们太，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应该放在一起啊，所以我自动退出这个争宠。一下来就听到恋爱喜剧了，不是啦，不是。你看这个让你继续下去是。你的小朋友没看到是某人吃你的醋，为什么我干嘛要吃我的醋？七七是粉熊，没有，七七都会说，七七都说李佳丽，我就对不起，然后我就因为我都会肉肉，然后七七就会，我就七七早安，然后就咻，对，自动退位。所以肉肉跟布鲁谁比较多？都各有后宫呢。弟弟一定不知道布鲁好跟其他姐妹讲很久的话，没关系，我最近都霸占他，一直没有追谁啊。弟弟因为柏林，对，不是要强取，不是强取好多，就是布鲁已经是我的了，对，要昭告天下。昭天下。不乐是爱我的，不乐是爱我的。一生のうち何回痩せるのだろう。たった一度。不是不强女神，因为女神旁边还有一个雨林。谢谢 Skyline 的麦克风，谢谢成功的鱼，本来给你瑞婷给我 ，OK 没问题，林果没问题，本来有承认吗？没有，我会让他承认的。对，支持熊矮丽，对不对？大家支持熊矮丽，我是迷妹团啊，只是我每次要靠近林杰的时候，雨林都我就。好不好意思，就是他们都各自有正宫了，你懂吗？弟子已经有波了，我只能怎样？好了，不用解释，卡住，小卡哈，为什么？我这边都超顺呐、啊。噔噔噔噔噔。いつも聞いてたフェブリットソン、あの曲のように。对，你靠近我就亲你了。雨林不是正宫哦，那谁是正宫？君だけ。那谁是正宫？I want you, I need you.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还有机会不要，我没有放弃他，好不好？我没有放弃，正宫是果果，原来是这样，贵圈真乱。阿雪坐好。I love you, no.ヘビー色テンション、ヘビー色テンション。正宫是果果，真的哦，原来正宫是果果，我一直以为是雨林耶。哒哒哒哒，明明你最乱，我哪有最乱？我那有最乱，波乐也很乱啊，他的后宫也很多。你没有看到他那个一次就左边一次脸上有四个吻痕，也不是吻痕，唇印。对，一二三四，对，四个人的杰作，看他多浪，比我更浪。
一直是对你们的关系好有趣，对，对，没有，嗯，对，我是正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渣力，我不是渣力，怪圈一点都不复杂，对，因为例子不渣，对，我只是爱比较多了，对，坐等丽丽也上午，哪里可以请五个，你跟我说。原来是滴滴的 CP， 啊，不是啦，不是啦，可是这样做选择真的很难。渣的部分，对，渣的部分不能放水偶像，好渣的发言，我没有渣，我只是爱比较多了，没有渣，有一个可以包办，笑死。堂堂不要改成渣渣，我都很气。这点也是青丝染痕更碎了，等等回彩希身边，我也有啊，我那我要回谁身边？我要回谁身边？不要再堂堂改渣渣的母堂哎。不是韩寒，堂堂菜都不渣，对啊，只有渣卡渣而已，没有吗？对不起，渣卡，对不起，不是，那我回波波身边啦，不要回韩寒身边，鲜渣糖，鲜渣糖好吃哎、欸，鲜渣糖很好吃，认真好吃，我超喜欢吃那个，不是。都会有一个梅花形状的那个吗？呜，你呜怎么啦？你们喜欢吃鲜渣糖吗？我喜欢吃鲜渣糖。哈哈，姐姐不理他了，没有，姐姐没有不理他，姐姐用另外一种关爱方式。姐姐对他不是 CP 的那种关爱方式。苟延残喘，妹妹，我现在不要，我们可以是那种 CP， 还是不能找韩寒，对 ，CP 不能找韩寒。那姐姐会买汉堡套餐给他，那我挂韩寒好了，好啊，文字狗哥，韩寒交给你了。事情又现在好到好吗？他现在输什么东西呀、啊？严厉关爱方式，对，对，不是啊，不是，对他的那种关爱方式跟那种 CP 的关爱方式不一样。我只要韩立 CP， 你看原来喜欢韩立 CP 吗？你为什么立韩 CP 是最大战力？姐姐随便讲讲，哪有？我没有随便讲讲，真香吗？对啊，超热闹。大家可以关阿雪吗？你喜欢阿雪吗？可以啊，阿雪给你关爱。不是后宫起火。100到200的交换能买啥？100到200。要送谁的、啊？还是都可以？
我很简单，有不寒而栗就买单。所以大家都喜欢不寒而栗哦。啊，三张生写真，什么三张生写真？啊啊，对，三张生写真可以耶，三张栗子的生写真，应该差不多吧。送女生的小粉糖，不会啊，就送一支口红啊。Oh yeah， 一箱 CD， 800以上，800以上，其实我觉得比较贵，比较好买。800以上可以买那个啊，送女生就买口红啊。啊，可是色号很难挑哦，想想看。100、200，100、200真的很难买，还是喜欢一个柏林 CP， 那氛围感觉就是好。抢生意，送什么？送什么？100到200要送什么？哦，对，千万不要送马克杯哦，不要送娃娃。不要送马克杯，不要送娃娃。我记得还有什么围巾哦？不是有那个新闻有列出过，就是十大最雷的交换礼物吗？三角锥，你有看过吗？有新闻说有人说送那个交换礼物送三角锥，你们知道吗？还有什么啊？三张丽丽的生写真啊，顺便推广。没有啊，不然就送一套那个啊，看有没有一套那个栗子的生写真，什么浴衣的啊之类的那种。三角锥，想看海鲜？没有啊，之前不是有人说新闻有送过那个三角锥？对，对，放在第三那个三角锥，还很卡吗？我这边超顺的，我这边都是绿色，哎，我的上面显示都是绿色。对啊，放第三那个三角锥。第四也真不要红，怎么可以送？推广啊！三张丽丽生写真不在一本到两百吗？不然在哪里？就是老师学校大尺度。哈哈，好久不见，还以为三角铁。三张丽丽生写真多少？三张丽丽生写真多少？很贵吗？去讲完花一百，我要讲完就收工了。一生梦还是爱。哈哈哈！嗨，道明，对不起，我今天有点强。应该要星星350。噔噔噔噔，对不起，道明，我今天有点强。还瘦吧，排骨嘞。怎么会被打死？那空を見上げて京都。7张握手券，真的吗？要来握我7张吗？350是约束，什么约束？涙も溢れるけど、思い通りにならない日は、明日頑張ろう。ずっと見てる夢は
在家圣诞节要怎么过？跟丽丽一起过。你们都没有要出去吗？还是都要上班，都要上课？可以跟丽丽一起过啊。等待一个月，三张丽丽甄选十块。西西，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让我念你的留言好不好？天天，你不是要去找雨晴跟米娜吗？还有思雅是吧？跟魔高一起过，没关系，我跟学车一起过，谢谢。我跟学车一起过，我想跟波乐乐一起过。等等，为什么有思雅？我也不知道。跟学车一起过。Mina 最近都不行。天天，你是不是惹到他了？不要倒数，不要倒数，不要倒数，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就对我来说，现在只有三单倒数而已。对。对，现在对我来说只有三单倒数而已。学测那个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呀！突然想听英文歌哎，我已经很久没听英文歌了。等待一个月，好瘦，有很瘦吗？还好吧，还好啊。学生 Let it go Let it go 乒乒乓歌不行，那个粉丝会走光。雨林还那个教大家怎么唱 Baby Shark Baby Shark 现在开始放弃，寒假就开始了。对啊，暑假就开始了。学测录取率比率上升，真的吗？然后还是被干嘛这样子啊？卡红包只是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拜托不要。Skyline 你是阴影多深啊 ？Baby， 小嘟嘟，乒乓哥李彩杰啊，谢谢阿华人气泡泡。Baby。拜拜红茶机，どうしても来たかった。真冬の海辺カラカラのバス降り聞こえる風の中自販機の缶コーヒーポケットに入れて手をつなぎ温めた誰もいない世界。シャッドゥドゥ乒乓歌，乒乓歌就是乒乓乒乒乓歌，乒乓乒乒乓乒乓歌。我上次唱错了，被李彩杰纠正。我来都不要看。他一定有把乒乓歌放在上面。
哎，乒乓哥怎么不见了？哦，有呢，突然的电话。哎，居然没有乒乓哥哎！为什么一直在悄悄看乒乓哥？我们为西西放一次，一次亲一次，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好了。虽然我也很讨厌听李彩杰唱那个。完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算了，我找不到。算了，算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冷呢？一直拍，不要跟我拍，我不放了啦，我不放了。臭渣卡，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你根本就是故意的。那你们以为是你？呵呵，什么？想要听乒乓哥的去李彩杰的台看了，他每天都会唱乒乓歌。Yeah, 이때그래봐이이카라보쿠노이치반스그소바니听不到了，为什么听不到？乒乓哥，今日だけ愚かないに付き合って勇気が隠れるまで。哦，搜寻乒乓哥就有了。哎，真的。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第一次看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它。听这样一趴就好了，还是你们要再听一趴？好，避免大家都说被我荼毒，我们来听一点跟圣诞节有关的。Santa, tell me if you're really there. Don't make me fall in love again if 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Santa, tell me if he really cares. Cause I can give it all away if 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From Christmas all around, I'm trying to play it cool. 什么？圣诞节想要圣诞节？好、哦。谢谢 Skyline 的人气闪亮圣诞树。
next Christmas I'm not alone, boy. 我也没听到，没关系，没关系，没听到就算了。And if you won't be here next year, Santa tell me if you really is. 看错。If you won't be here next year.Snoopy 狗狗，圣诞节，大家往年的圣诞节都怎么过？我们家有一个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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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圣诞树，就是以前每年都会搬出来，可是这几年就懒得弄。但是那棵树很高，就是至于多高我也不知道，但它就是比我高，应该是2公尺吧，应该是，然后。就他就是比我高，然后我们以前每年都会在圣诞树下面放圣诞礼物，然后就是妈咪会邀请别的朋友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就会玩那个，有时候是玩交换礼物，有时候是大人送礼物给我们。He won't be here next year. Oh, I wanna have him inside my room. 很朋友聚餐。李佳姐姐为什么又是土豪发言？我又没有讲什么。大家都怎么过？你们会弄那个吗？你们会弄圣诞树吗？什么时候知道没有圣诞老公公的节？圣诞老公公，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哎。当然了，这一过 ，Eddie， 你有学到哭吗？你有学到哭吗？不要这样。All the way if you want me here next year. If you really want. 我家有认得三个，不过三个合并生日一起过，原来如此。我觉得圣诞节还蛮好玩，而且圣诞节都可以收礼物。回得那么顺，当然啦、啊，你们现在就是一个 CP 的概念，你们不用自己煮，我都帮你们煮好了。我们接下来听英文歌，哎，我要打什么？什么什么边缘人联盟被杨杰追杀，然后所以你们这边也是三角恋的关系吗？Flashlight and tomorrow comes， 强制 CP， 强制要 CP 发展，对，没错。When tomorrow comes I'll be on my own never fretting up the things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when tomorrow comes. 谢谢泡泡的真情告白。我之前看歌喉战的时候我超喜欢这首歌。I won't fly, then I sing alone. I sing alone, then I sing alone. I got anyway, I got you and I.You look around me and see the sweet life. 这坑越来越深，笑死！不嫌事大的你怎么了 ？Shut in my eyes and can't lie, it's a sweet life. I'm stuck in the dark between the flashlight. You get me then. 你们平常会听英文歌吗？其实我平常不太听英文歌，我都是看歌喉战之后才去听的，不然就是学校会强迫一直放英文歌，然后就会听。15秒后才收到，真卡！你还要算，你还要算秒数哦，泡泡。这真的很好听。大家平常会听吗？都听什么？还是你们都听日文歌？现在人是很少吗？为什么我觉得都没有人要理我？34个，很多人啊。在的出生，不在的，我要发糖喽！你们不是发糖，你们不在的，我要鼓励喽！没看到就算了，都不出声。
快哦，带着才有糖吃。是我卡还是？I don't anywhere got you in the look around me and see the sweet girl. 因为好卡，好吧。常常在好歌的好歌都听，因为很卡，对不起。可是我这边看真的很顺哎，一直稍稍准备好。我准备好了，耶！我抢到17，谢谢大家。喜欢我在圣诞树下的那张照片吗？大家喜欢吗？喜欢吗？大家，圣诞树下那张，我觉得那张拍的超成功的。我虽然有再调过一点色，可是我觉得拍原图也很好看。那张超可爱，强音粒子抽皮。大家都喜欢那一张哦。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年度选票，球员图，大家不喜欢会怎样？嗯，我就不理你。那张很神很在意的鞋子，不要在意鞋子啦。只看到是栗子就爱心按下去，原来原来原来，西西就说你很爱我吧。圣诞栗好看，对，我是圣诞栗，大家好。鱼尾狮到潜水。And still come first, and the truth comes second, just after a minute. You guys, 没关系啊，潜水起码还在，没有跑掉。Here I am, you and I, tonight. 大家，放 ，money money money， 放我们来，放我们来看看我们最近，大家最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哪一张？卡卡还是卡吗？欸，没有，因为每次都是在前一天发生什么事。前一天呢？我最近哦，我最近两张比较喜欢的应该是圣诞节跟那个，就是这个那个。还是卡吗？天啊！可是我这边超顺欸，为什么？卡卡，你还是卡吗？可是剩十分钟而已耶。我现在有没有放音乐啦？狸猫马尾。哦，你说那个吗？你说影片的那一个？没关系，画面有声音就好，只有延迟出来。今天就是啊，我可能每张都很赞，不愧是杂卡。阿舅每次是都是快速看过一下，为什么不看久一点？哎，那个西西你可以换那个啦，有新的可以换了。我求那个圣诞丽那张很赞，圣诞丽那张的留言好像，哎，好像也还好，41折。可是我觉得，三
30秒速会挑战，主题是我们的饲养饲养大大。那我们事不宜迟，换在哪？换在哪？换都可以啊，看你想换在哪。先画一个圆，再加上刘海，加上卷卷的头发，这样教学哦。有字就把它呈现，有字就给60分。来来来了，精髓要出现了哦！嘶哑的字，最后再画个身体，再加个蝴蝶结，还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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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了可以换了。大家都不挑战，大家都不挑战，大家都不挑战啊，都看我们在画而已，你们都不挑战啊，大家都是蝴蝶跟字画，最后请记得我不要记台词，我没有记台词，我是刚刚看着念。队长是呀大大，对啊，今日作业是30秒速绘力的挑战，耶嘿。换回女生，为什么换我啊？换我啊！换30秒速绘粒子。等一下，你们30秒速绘粒子一定会给我画一颗粒子结束。30秒速绘粒子哦！30秒速绘粒子，不要给我画一颗，就是真的那个粒子而已。对，谢谢。30秒速绘粒子，粒子，粒子。哪个在学校吃的粒子？老师，我跟你说死档，没关系，就算死档还是可以交作业。我会斟酌给分。粒子破梗，真的假的？可以翘课吗？不行，这个学分必修 AD。你翘来就毕不了业哦。好了，我来念榜了。老师，我手指头割伤，不能画画。那你要那个出示证明，要拍照。例子有什么重点？脸颊肉吧。公假啊，证明啊，为什么公假？翘课，雨凯不能翘课。你们要给我交作业哦，不能让老师操心哦，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大家特征嘴边肉，特征本垒板没有。没有，哪有那么多借口？我要念榜啊！你们都借口一堆，哎，第一名是西西，西西。西西好久不见，你家狗狗好可爱，汪汪汪。没有不在，只是时间一直都跟不到。西西辛苦了，谢谢。第二名是小雨，谢谢小雨，谢谢。哦，我的鼻子，谢谢谢谢。我发现我应该不是感冒，我应该是过敏。你看，因为一直抱着雪莉妹，因为。我其实对娃娃，其实我是对尘螨过敏，但我还是很喜欢抱娃娃。第三名是本娃梅子，谢谢本娃梅子，谢谢柯南的头贴，赞哦。第四名是阿 Kira， 谢谢阿 Kira， 谢谢。第五名是林果，谢谢林果。哦，我喜欢这张大头贴，太赞了！谢谢林果。第六名是黑哥，
谢谢黑哥，谢谢第七名是 Skyline， 谢谢 Skyline。第八名是 Eddie， 谢谢 Eddie， 谢谢谢谢。我来看看，神队最近直播不时放闪，闪到不需要戴墨镜才不会特别神笑的程度。怎么最近看直播在莫名发亮呢？啊，原来之前某小偶像在扮啥，在扮啥啥啥啥，单身狗的群里，flag 我们就当没不行，不然老弟的 flag 弟弟话题还是不成，笑死、就是！我会继续用力闪瞎你们眼睛的，跟我的伯乐乐。第九名是傅维，谢谢傅维，谢谢。谢谢。第十名是黄宇，谢谢黄宇，谢谢。第十一名是宇凯，谢谢宇凯。宇凯各界还帮我打听，大家多多支持 AKB48 天天飞到你家里，谢谢宇凯。第十二名是三太一子的泡泡，谢谢谢谢泡泡。第十三名是鱼尾狮，谢谢鱼尾狮，谢谢谢谢谢谢做梦梦到大家的鱼尾狮，谢谢。第十四名是扎卡，谢谢扎卡，谢谢谢谢扎卡。第十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耶、谢谢大家。这个病例有点可爱。忘了换，干嘛不？我干嘛换？这样子很好啊。耶、谢谢大家。安安爱死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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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卡爆了，真的吗？我念榜的时候卡爆吗？为什么状况看起来这么差？没有，我超有精神的，我超有精神的，真的吗？真的看得出来吗？没有，我超有精神的，我超有精神的，我没有状况很差。但是你说话很慢，很明显好吗？真的很明显吗？你又骗了，我没有骗人啦，我也想要，我也想要多休息啊，宇凯哦，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比开台上算很多。宇凯，我没有骗人，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有骗人，可是我真的尽在我能做的范围内多休息。好啦，不理是那个的吗？哎呀，什么意思？我没有骗人，我没有骗人，我没有骗人，我只是今天呛了一点呢，我没有骗人。不行啦，我真的没有骗人。不过栗子最近应该都蛮早睡的，我没有骗人，真的没有骗人。比较不行，我一定要解释，我没有骗人，我有在我能做的范围内尽量睡，一粒骗子。而且我真的没有骗人哈。就真的没有骗人呢、哼哼，为了不要再让你们说我骗人，我要休息。对，好啦，我会多休息的，我会尽量多睡一点。
莉莉说的，莉莉说的对，莉莉不会说谎。我不要理你们了，拜拜。变色是有，栗子只是心什么心比较大。叫栗子不要放在这里，好啦好啦好啦。哎，谢谢你很懂我哎。好啦好啦，我没有装可爱，我本来就这么可爱。你看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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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以上是今天的 Kangly 耶。好啦好啦，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晚安，早点休息哦，晚安，姑奶奶。